我啱啱先知，预利俄罗江州选举系咁细致噶，感觉非常好。选票会邮寄俾所有有效嘅登记选民，同时选举官员会同其他州份合作，务求避免有虚构嘅选民影响选举。今年同以后都唔会出现有不在人世嘅人士嚟投票嘅情况，亦不会存在已经搬走嘅选民。喺选民改变佢哋地址嘅时候，选举官员就会更新登记名目并知会选民。我仲可以随时查询和调整我嘅资料，真系正啊！好似上咗 Aristotle Column 咁啊！